先锋阁店家是松山文创园区在推广扶植文创品牌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这里的商店不只是商店，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其实像一个前店后厂。那我们透过这些品牌的群聚，期望他们在这里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是新的一个营运样态。透过在这阶段中的测试，去寻找品牌未来发展更多的潜力。所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面呢，所有的民众可以跟品牌更近距离的沟通，他们可以透过展览、工作坊，或者是呢，跟品牌的主持人来进行更多的讨论，了解到品牌未来成长的方向。希望透过参与在松烟风格店家里面的更多活动呢，其实学习到了解这个品牌背后职人们的用心，以及职人们的各种创意的发展。